然后越唱歌就越来越嗨，然后其实我们 CP 的时候就变成很浅，然后就用肩膀，试着用肩膀来吸气。它其实正确的吸气方式呢，是用肋骨的侧边 ，OK， 来吸气，就气会吸得比较深一点。然后在唱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说那么喘，然后也可能音符能够把它撑到整句把它唱完。OK， 那就是说，如果我唱的话，我吸气会。每次跟你上课的时候，你会搞得吸气吸得很紧，吸气吸得很紧，特别。